台湾媒体10月4日报道，韩国第一自然美女金泰熙1月嫁给歌手 Rain， 5月证实怀孕15周，已为养胎处于半停工的状态。目前怀有8个月身孕的她，近日被拍到与老公一同现身在咖啡厅，男方手托着下巴看向她的画面闪瞎许多粉丝，引起网友们的讨论。照片中金泰熙穿着花刺绣的黑色外套，将长发绑成马尾， Rain 则是灰色上衣配长裤，两人脚上穿着情侣拖，坐在咖啡厅面朝窗外的位子。虽然两人未被拍到正脸，但有许多粉丝直呼从背景就知道是金泰熙跟 Rain， 而老公手撑着下巴眼神望着老婆的柔情模样，闪炸无数网友的心。